梁凯丽未拒绝邱浩奇的示好，但据本刊所知，她其实有正牌的男友。就在与邱浩奇约会前一天的下午两点多，梁凯丽和正牌男友徐北伟现身台北市中山区的美式轻食餐厅，也是吃饭看电影的约会行程，但他与徐北伟的互动明显甜蜜许多。用餐完毕后，小俩口到公园一隅聊天抽烟。大约下午四点，二人搭捷运到西门町，一路上嬉笑打闹。在徐北伟面前，梁凯丽显然更放得开，心情好就开口大笑，烟瘾来就一起吞云吐雾，完全不必顾虑形象。二人的肢体接触也比女方和邱浩奇